英雄不怕出身低，这位庚申人，哎、欸，你讲苗栗山顶尾流是要靠什么探价啦？这个垃圾也让他变黄金了，好好的把握自己的契机。我一个朋友吼，因为较早甲阿个赖丽亚算做伙，啊，我较大声出来，我大声出来了，庚申团子甲安排我去台东住嘛吼、嗯。啊，伊出来的时阵吼，伊出来的时阵，伊有敲电话给我，伊讲啊，边啊，我即马关出来啊吼，啊，没有一技之长啦，啊。老爸啊，往生去啊，剩一个老母甲一个小妹。伊想讲吼，无兄弟卖做啊，啊，唔知要做啥物。我讲啊，无就时机慢慢啊等安尼啊。吼，啊，即马有啥物就先做啥物安尼啊。伊若转去的时阵吼，我讲了伊若转去的时阵，伊讲伊甲因吼老母吼去市场，你知无？去市场，去市场吼，远远吼，伊看一个阿伯啊哩啊，迄阿伯啊年纪真大，啊，行路真翘骨哦。但是下骹吼涂骹吼，放一堆物件。看似敢那是花嘞，你知道观赏花迄种的啊？啊，边啊拢无物件哦，就敢那迄堆观赏、迄个观赏的花呢？叫去就问迄个阿伯啊，吼，伊讲阿伯啊，啊你这是啥物物件嘞啦？啊阿伯甲看者，伊讲哦，这叫做南瓜花。阿伯就甲讲哦，看你要控梅啦、控赤巴啦吼，啊这个敢那甲金针同款吼，你就是甲金针的煮法呢，你介意安怎煮就安怎煮就对了。欸伊食一阵啊吼，因老母食一阵啊，好食听，改善真济，你知无？伊感觉讲，这项物件会使，因家阁有教外地地，荒废离啊，因老爸往生伊就无人做啊嘛。伊怎走个？阿伯啊，你教我安怎种？伯啊讲，我教你要种啥物？着我教你，你来甲我抢生意。伊讲，伯啊，我咧讲，我拄则关出来，我自细汉拢看袂起，所以我去做兄弟，所以我杀人去用关，我关十几年，老爸死去的时阵吼，我袂登，无法度登来奔丧，因为爱顶一个卡口，我惊见笑。即马春节，老母春节烧的，老母身体阁无好势。阿伯也听着真感动，伯也教伊安怎种，安怎种，你知哦？迄阵有一个中国的商人，这个中国的商人吼，伊对中药真有研究。伊一来的时阵，伊看到这个物件，伊就知影讲，这叫做南瓜花。伊讲吼。啊，山顶吼，啊，搁一个阿伯啊吼，伊嘛种一片安尼，伊讲我紧，恁有诶拢摕来给我，吼、嗯，啊，我每年我来甲你收。搁个一个甘肃一个兄弟也出来啊，出去找伊，你知哦？你看伊日子变好过啊，看伊日子变好过啊，伊讲甲你咧，短短出来三四年啊，你即马日子变到这个。不用再当兄弟了。嘿，伊讲吼，啊，我即马就种啥物种啥物安尼，啊，拄好吼有大陆的商人来甲收。迄个甲讲吼，迄个甲讲。啊，无你安尼吼，你会当插我，互我插一下果咧，无安尼啦。迄、那个兄弟，伊讲伊嘛要改善就对啦。啊，伊想讲，因为这是阿伯啊传给伊的，伊歹势，各家人沟通俩，伊就讲卖。卖时阵哦，这个因这个到尾上尾出来这个兄弟吼，叫狗因啊吼，传个阿的工料吼去甲拍，你听好无？一定吼，一定讲你爱互我插果就对啦。你无我插果吼，我就无要同款哦。规个拢互你乌有去啦！伊无法度啊，伊无法度，伊嘛坚持讲，我就无爱你炒股。这个兄弟正经哦，叫狗因来去泼汽油，你知哦？啊，你知？迄土地种起来南瓜花哦，伊汽油泼落去的时阵哦，规个烧起来的时阵，连那个地有无？连那个地都坏了，拢坏了，无法度去种啊，无法度去种。伊怎代志发生的时阵哦，伊怎随敲电话吼中国那个商人，甲讲哦，明年可能无这个物件交你啊，吼。啊，请伊卖见怪。伊甲问讲啥物代志，伊从这个代志讲我听的时候，伊讲无要紧。你来，你甲恁老母带来，甲这个阿伯也带来。我来买地给恁种，因为这个商人拄好伫北方，你知无？这个南瓜花吼，这个南瓜花吼，适合在比较冷的地方，你知道？较山顶吼有寒气这种的。伊讲你来，我帮助你，我来买地给你种，给阿伯啊落去研究。啊，阿伯啊吼，伊研究吼，变成一年。一年开两遍嘛，一年会当开两遍嘛、所以了吼，伊怎去大陆的时阵吼，我咧讲，干那这南瓜就对了吼，一种中国商人买，伊干那一年吼，赚超一两千万吼，差不多到两千万的操作。开始吼，伊咧大陆吼，有叫一个外号叫南瓜大王。原来是我们庚申人到大陆变成南瓜大王来的，还蛮励志的，对不对？对。